今朝嘅 ET 個股推介啦，建議大家留意百度9888嘅。咁啊，揀選原因係啦，中國人工智能領先全球啦，喺政策支持下啦，行業增長強勁，具投資亮點。預計2027年中國人工智能啦市場規模咧增加去到6910億元人民幣，年複合增長就係25.1%。股份關注百度噶。百度積極提升算力的優勢，研發 AI 芯片昆崙芯，預期新一代 AI 芯片昆崙3有望在明年初規模上市，以進一步提升算力。百度股價啦，琴日收報129.8，建議大概在127元吸納嘅，短期先看前高位145元，跌穿120元就適宜減持。